倒车。好了，那这一次的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开小铃铛。想要继续看我的欧卡送货或者是欧卡倒车系列的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开小铃铛哦。那想要接触更多的话，记得打开小铃铛订阅下去。那我们就下一次的欧卡送货或者是欧卡倒车见喽，大家拜拜。